二题，振动一轻神产生连续周期波，若振动两秒产生如右图的波形，则下列关于此神波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到呢，这图形上面有一个波、两个波、三个波、四个波、五个波、六个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有六个波的时候呢，是60公分，表示我们的一个波呢就是10公分，也就是我们的波长呢就会等于10公分。同时，我们知道我们两秒钟会产生六个波，就表示我们一秒钟会产生三个波，也就是我们的频率呢就是所谓的三赫兹。而频率跟周期互为导数，所以频率是三赫，所以我们周期呢就是三分之一秒，每一秒周期呢是三分之一秒。那而我们的波数呢等于频率乘以波长，我们的频率呢是三赫兹，波长是10公分，所以算出来呢，我们波数呢是每秒钟呢30公分。因此我们看到我们的选项 C 呢是正确的。第二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关于此神波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频率3赫。